回违两年，主打越野拉力赛和尘土飞扬体验的老牌竞速游戏《大地长征》系列，在这一次的 Inside Xbox 直播中也公开了最新作品的预告影片喽。首度公开的《大地长征5》是本系列的最新作品，我们将再次回到极端的越野车道上，体验更大胆、更勇敢的驾驶风格。借由 Xbox Series X 的性能、拟真度和画面表现都大幅跃进，就连从车道上飞溅起来沾到挡风玻璃的泥浆都清晰可见，绝对能够带给玩家最好的越野体验。这代将搭载系列最丰富的涂装编辑器以及竞赛照片模式，玩家可以自由地美化你的爱车，并拍下美美的照片来炫耀，同时还支援最多12人的多人游戏以及四人分割荧幕玩法等各式各样的新功能和新模式。大地长征5预计2020年10月正式发售，到时候就让我们一起飙起来，弄得满身泥巴吧。